看一下第二局啊，主中锁定来了，终于是忠臣了，是忠臣，比较喜欢玩忠臣，我当惯忠臣了，知道吗？还是他主攻啊。嗯，要不要换一个？还有孙权吗？刚刚孙权他躺赢了，这局还会选吧？我估计他还会选。看啊，还会选、啊。感觉选个孙策啊，也可以啊。也有可能就会继续选。哎呦，关了第一排，我第一排不练是荀彧什么的，荀彧没有不练是我关了，这边只能选陈琳啊，只能选陈琳，对，别的都我要不要学一学人家选孙坚当中，我要学习大神们孙坚当中，对吧？我们要有大神一般的思路，孙坚当中。那天我给寿司截图，我说你猜一猜这六个选项他会选谁，寿司说看你这个语气他选就是孙坚嘛，我说你们猜对了，我送曹冲，好像两个人猜对吧？我猜对了吗？对，你猜对了。寿司坚没坚持，对，他猜对了，他最后坚持了。你俩曹冲不都我送了吗？嗯，猜对送曹冲，孙坚中曹丕反吧，张合反吧，刘表到内奸一个。不是，其实说实话哈，我觉得除了我以外，没有能当忠臣的。哎呀，我觉得最难吧，你看吧，就是说，除了我以外，没有能当忠臣的，你跟我配合一下嘛。你可以考虑去拆一下张合，拆一个四血的。曹丕跟诸葛恪，我会扒他们的。但你说这样的话，张、诸葛恪、曹丕都非常的反，然后。张合也挺反的，你说韩当跟二张他俩得有一个是忠臣吧，只有两个吴国的了，二张是个大脆皮，二张是张坤选的，我记得在他理念中张坤是那个二张是可以当中的，咱们就把刘表当内对吧，他反贼完全可以杀一个孙权过的嘛，然后空喝酒吧，也不要太相信二张，空喝酒比较好，喝酒然后扔沙闪，嗯，扔沙闪，扔沙闪过拿借刀去比伐，对，不是，就是说你看吧，孙权他应该跟我配合嘛，那你说场上只有陈琳一个人是最像忠臣的，只有陈琳一个人有嘲讽啊，能给他当忠臣呢、啊、再就是退一步吧，二张也勉强可以当中，你就车子里面八大个呗，你这个应该跟我配合，你不要拆诸葛恪嘛，你拆一个四排的，拆拆韩当，拆拆张合，二张跳反了，我要不要比发二张？四排我比发命中的概率比较小吧。二张这里也可以装身份，我觉得不顾正装身份倒也可以。他是真正儿八经的大反贼。这偶出闪，然后被张合偷了。二张也认为。难道说韩当是忠臣吗？他主要是觉得有红差嘛，他就是先秒陈琳，这边的话孙权无血无寿牌也没什么可打的吧，他就先秒陈琳，然后可能他也觉得张合偏反，张合能把人王给撸了，我觉得我要酱油了。有没有发酱油奖的？连续三盘酱油发个奖吧。秀才，我们能做的只有拉嘲讽了。我估计曹丕手翻都会翻我就不能比罚。不是，我觉得哈、啊，孙权他应该过拆拆张合或者拆韩当，韩当狮子都扔了。然后孙权他这个把手牌，哎呀，他拆主攻去了，人王他都不拆，把人王留张合。有什么？没听清，你说他有什么？杀有红杀他给曹丕补牌，防曹丕血线被压下来，就是说我和孙权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配合吗？你看到陈琳了在这里又非常的像忠臣，你说场上那台的忠臣有谁能给他拉嘲讽的，能给他打输出的有谁？输出武将、我坑一些，然后我诸葛恪韩当肯定翻我啦，翻我吧，翻我把到时候秒陈琳的节奏，张合还可以把翻了我那张牌撸了，然后再把韩王再把人王撸走。哎呀妈呀，桃子要丢了，妈呀，
我都没有给孙权补过牌，你就起码他把手牌打到四手牌也好啊。就是你看吧，他和咱们的群内局，或者说是合理选将的局，合理选将的局，哪怕你就是他们都是路人嘛，都是路人的话，合理选将的话，你就说像二张这种不适合当中，张合、曹丕都不适合当中。但是你说韩当跟诸葛恪，韩当可以勉强当个中内吧，那诸葛恪的位置也太差了吧？你说二号诸葛恪他上来没法把一个无血的孙权打残，但是八号诸葛恪孙权大家一轮集火了以后打残了，诸葛恪也很上反啊，我根本不敢盲狙二张啊。这个盾应该是但要是给群韩，内局的话，对，这要是群你内就局，盾那给韩当啊。顶上二张。这要是群内局的话，这群内局的话，我就盲狙二张，然后把剩下那个坑爹的忠臣给飞了。不是，你说第一局他选董卓当中，二号董卓中，你跟着还给我了，完了，待会儿这火攻也是张合的，不是吧？没火攻会死完了曹完丕，我觉得。了，不，你能安慰我一下吗？我想再活一轮，我想给孙权补次牌再滚醋，好不好你现在孙权能啊？动已经不错了，孙权没有被翻已经是天大的喜讯。哎。敢不敢火攻自己翻孙权啊？不用火攻我嘛，火攻自己啦！秀才，我又要酱油了。诸葛恪也提前被限制了，他真是忠臣啊，可能没有好选将吧。不是，我是觉得吧，你看刚刚那个董卓中，他的选将就不够好，他给孙权拉不到嘲讽，只不过是因为我酱油了，反贼酱油一个，反贼酱油的前提下。内奸选鲁肃在这不停的地盟，那算是不算死忠内的话，也是就是说你这个怎么说呢？你跟着躺赢一局，那你这个八号诸葛恪，孙权不应该拆诸葛恪，就是别拆，我扒他一下也行，起码我能给孙权补个牌。我擦，带着这个三国杀第一高富帅陈琳打酱油不错，嗯。起距离了，牌也不够啊！难道四张牌掉张合一血？啊，他打曹丕了。他要三杀，他要三杀吧？他两张牌打曹丕，这样就可以三杀了。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只能他三张合四血，他没有办法堵五张合呀。而且他的距离就是一次性的，用完了就没有了。就是这次用完了张合，肯定优先挪他的距离。张合那里还有一颗桃。他毒五的话，一血毒五曹丕的话，无懈在谁那里？外面有一张无懈毒条吧？可能是孙在权刘的，表那儿，可能是孙权的呀。这不啊，是孙权的火攻，我应该有无懈吧？难道真的让我这样火攻被曹丕收走吗？没有翻面之后才来的这个无懈读条。哦哦，然后把方天强袭曹丕，但是张合是有桃子的，偷了我三点的桃子吧？张合偷我三点的桃，那看来主中方要全部被翻了。应该翻刘表，稳稳的打。翻了以后呢，反贼方，这个还有颗桃，张合还有个三点的桃子，反贼四个人摸八张牌，然后养养状态嘛，文档解番已经用过了。就是现在，就是孙权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，争取孙权能拿着手牌活到他动的一回合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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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火攻绝对是曹丕的，我这边是红桃明牌，这太酱油了啊！无懈是刘表的呀，哎，我无懈，真是啊，坤哥手气很壮啊，还有火杀，还有火攻，白来了。飞了，你看吧，这局没有一个鲁肃内，这局选个鲁肃内的话，我鲁肃内，这局来个地盟内啊，不打酱油的话，是不是妥妥的？秀才，求颁发酱油奖。啊，这个酱面，
看运气了。如果孙权这他这一骨钉是后杀出来的吧？要不然应该是先给曹丕骨钉，给张合麒麟弓吧？空格应该是后对。杀出来骨钉刀。二张没有起这个。状态，这样的状况的话，如果诸葛恪死了，孙权带着内奸还是有机会打一打的。毕竟孙权，看奥才，看奥才，看奥才了！就是一血裸奔的诸葛恪，让你忍不住去杀他，忍不住啊，对吧？其实他被翻了，可以把他放那儿，我觉得放那儿，大家去集火打孙权。你让孙权待会儿五血五手牌制衡，或者是五血四手牌制衡，都不是好事儿吧？对，我觉得韩当可以完全打孙权的嘛，拆了孙权一张，闪杀孙权。诸葛恪现在在翻脸，待会儿下回合他才能动呢。下回合再打不也一样吗？我们都是来给孙权拉嘲讽的。就是你看吧，他们的选将特别的寂寞。你主中的优势不就是开始盲狙一下吗？不能说是盲狙吧，就是说限制一下向反的人或者是偏反的人。他限制错了，他打的是忠臣，他拆的是忠臣，他拆诸葛恪，他不拆诸葛恪，我也得扒诸葛恪呀。然后我这边只扒了曹丕一下，后边你说二张我也不敢杀他，我都不敢扒二张，除了我以外，二张也是勉强能当中的。要么我们空一段时间去喝杯水，待会儿回来看看战况，还是继续看。专业一点嘛，看完看完。我觉得主中方有机会的，说实话，那个孙权现在状态孙比较权好，状态比较好。他能找到 K 牌的话，就是带走两个反贼是非常有可能的。但张合有我一个桃子啊，那个三点的桃子，你想吧，曹丕有二张的固政，可能这个不，哎，火攻，曹丕扔了一把黑，是八卦应该自己挂上啊，我觉得他应该把八卦自己挂上了，好吧？这个时候一血这么危险，没有九杀吗？没有，如果刚才诸葛恪不死，孙权曹丕把八卦八挂上了，好吧？因为待会儿刘表又要动了，你挂上八卦吗？这个你现在难道还想就是说？靠反贼给你出桃子什么的吗？二张是应该没有桃的吧？咱俩是知道张合偷了我一折桃子，别人不知道。拆桃去了，看，我估计他可能还偷了孙权一个桃。果然，他 Q 眼的桃子可能是偷孙权的，还有一颗桃，我的桃，我小小桃。他为什么不决斗二张呢？没他，我靠，他天是不是哪！杀不够啊？二张最多一张杀，二张把你那个看，张有过机去。会，有机会带内奸进四人局，他刘表、张合、韩当四人局，但是没收掉嘛，主要是落个天过了。好了，下的也酱油了，没有出牌，这跟我死掉了的人有什么区别啊？他没有出过牌，不一样是酱油吗？我觉得孙权可能杀不够吧。诸葛恪死了，待会儿这几刀都呼到孙权身上去了。哎呦，现在就不好说了，孙权下回合只有三手牌，甚至两手牌起的。这只是。关第一排的武将熟练度，K 神的号第一排的武将熟练度里有陈琳。这个，哎，我觉得藤甲不该给吧，陌道杀都难，陌道属性杀更难呢。他这个是有乐，他想把孙权血线压下来。那也可以。把孙权压下来，二张没有找到桃子啊，晕了，空哥一血过。
那就收了吧，82张。祝克死了，他们都打孙权去了。刘表也有人类。也就曹丕能给二张扔一轮牌呗，曹丕能给二张扔一轮牌。程甲给韩当吧。能够当个过差用，然后曹主丕要这个白狼，是以后他们，对呀，他们有杀的话，可以直接杀孙权。你看，他们只有曹丕能给二张扔个牌，别人的话扔不出来牌了。韩当扔不出来牌，张合也是。天过了坤哥二十拿，六国，坤哥拿的八卦。外边有吴懈吧？你看有吴懈读条，又一个天过的乐。他要顺什么？吴懈在反贼方。手里剩个名九，顺九，要九杀八卦吗？哦，这样坤哥求桃，我觉得张合应该就张合有桃子，他救谁？他几个桃？一个，应该只有一个了，就是你翻的那个。哎，我觉得他救二张吧，救二张的话，刘表待会儿还可以给二张扔牌。二张应该是有闪的，哦，其实这样也行。他这样，主要是刘表可以给二张扔牌，二张待会儿就是如果刘表乐不天过的话，可以扔牌的。但这样也行，这样二张手里应该剩个闪吧，就被曹丕收了，一个八怪，一个闪，就被曹丕给收走了呗。剩个3点桃子。这样，孙权杀曹丕的话，曹丕是有闪的。九杀曹丕也好，还是什么也好，曹丕是有闪的。他把九制衡了。对，因为他知道明有闪，可能就权志恒早输出牌了，没拆到闪。没有拆到闪。哎，他我要觉得减一可以留着吧。不，他减一码可以别挂出来呀。你要杀张合，你挂减一；你不杀张合，你挂寂寞减一啊。你留着呀，让他们偷去呗。要不然这样，待会儿不就可以骨定刀爆他了吗？你多说，杀就假如爆说了。吃一张杀，也许刘表有桃子，还可以救他，再让他再动一回合。你这样的话，你手牌最后一张牌被拆，被韩当拆了。待会儿张合摸到杀，就直接爆他了。你这减一码，你又不杀张合，你挂寂寞减一啊？服了。我觉得他第一局孙权就是说他第一局孙权运气好而已。第一局孙权有鲁肃给他定盟吗？什么制衡到决斗什么运气好而已。你看他这局玩的孙权，收曹丕早杀了。肯定送人头啊，给人头嘛，来一张杀就是爆局。打什么呀？上来你说陈琳这么像忠臣，他去拆诸葛恪，现在还挂减一码。你说他留个减一多好啊！待会儿估看计看张合有没有杀，有没有杀。这个决斗球桃都不一定能拉起来。但是你管他到底要出几个桃子，你捡一码为什么要挂出来？拿两手牌拿着呗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真是，